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才小黎蒙，就是我。今天我们玩一只新 game《创世星云》，就是刚刚上线的。前阵子我去台湾 摆展，大家可能有些朋友知道。那时候认识了个朋友，他就是一个香港游戏开发公司，他就介绍了玩的游戏。这游戏就是香港和日本共同开发的游戏，叫做《创世星云》，是一只很好玩的游戏，都不得不承认真系几好玩嘅。咁今日介绍一下啦。咁游戏究竟点玩嘅咧？咁玩游戏最紧要嘅讲个游戏个玩法啦，系咪先？唔好讲咁多，一开始讲解个玩法先。好啦，咁一开始拣好友，乜都唔讲，进入战斗。因为我觉得呢个游戏最特色嘅地方应该就系战斗嗰部分。因为佢嘅战斗咧有一种类似转珠嘅概念。咁但系呢一种当然唔系叫转珠啦，咁呢一种叫滑双子啦、碌双啦，或者叫做我唔知道你因为太新啦，都唔知点样定义呢件事好啦，咁我叫佢碌双啦，好弱啊！即刻变得嚟游戏唔想玩啦，系咪啊？唔系睇下点玩先。好啦，咁嗱，首先咧要一个很简单嘅 concept 啦，就系、是假设啦，你可以呢度画面上任何一个双，你可以选择去做一个开始嘅一个双啦。咁究竟點樣去碌箱咧？咁我譬如啦，呢度一二三三格啦，咁樣即三格呢第三格啦。咁我要點樣去碌佢咧？譬如我呢個碌到呢一格嘅時候，佢前面冇位行啦嘛。咁我再向前碌嘅時候咧，我而家選擇咧就會我呢捨棄咗呢個箱，而執起呢個箱繼續碌嘅。咁我直接碌到去下一個箱為止啦。咁我呢度可以試一示範俾大家睇下。咁譬如呢個火啦，嗱、呢個火啦。咁我碌起嘅時候咧，我而家碌去右邊嗰粒藍色嗰度，咁見到咧，我碌咗過去之後咧，其實我係冇得繼續碌噶嘛。如果唔放手嘅話，咁我就會幫我自動咧選擇咗轉藍色嗰個箱嚟喐嘅。嗱，簡單嚟講就係碌嚟碌去咧，就係永遠你只可以咧碌嗰個箱嘅啫，即係拎起一個箱嘅啫。咁所以咧，遇到有箱阻住你嘅時候咧，你就可以。咁換言之啦，咁見到中間一大劈嘅，咁你只要碰咗埋佢咧，你就可以夾硬咁樣去到喐其他箱嘅。咁呢個就係遊戲基礎嘅一個碌箱嘅概念啦。咁好有趣嘅咧遊戲，因為咧佢又可以好似做到好多 combo 咁樣，好威威咁樣嚇。咁我自己一玩咧就覺得，我第一次睇咧，即係佢 show 只 game 俾我睇嘅時候，我覺得，喂！幾得意喎，即係我會覺得有驚喜啊！因為我本身自己好中意玩呢類型遊戲嘅，類似嗰種要諗嘅戰鬥，咁呢啲我好中意。好啦，咁你要諗下究竟我哋而家我要做幾多個 combo， 我哋想點樣做 combo 法，係冇精彩覺得。嗱，佢啲箱最衰格咧就係佢有時啲箱咧，佢呢一面咧係綠色啦，可能但係隔離咧就唔係綠色嘅，呢個真係好陰濕。陰濕的寶寶啊，咁呢就係佢個難玩的地方啦。咁咧呢個走圖啦，咁就你中意點走都得嘅。不過通常咧呢啲有 RPG 嗰啲叫咩強迫症的朋友咧，都知道咧每一格都要行曬，呢啲就係強迫症。有個寶箱，咁呢啲寶箱咧，你只要揾到條鎖匙就開噶啦。咁條鎖匙咧就埋咗喺其中一格下邊，咁而家未知係邊啊？好啦。咁為咗要表示，我都應該識玩少少嘅，我都唔可以太順啦嚇。見到條鎖匙啦，咁見到鎖匙之後咧，我就可以將個箱碌蓋咧就可以開咗噶。咁但係敵人首先就係要求敵人唔好死住啦嚇，如果唔係就開唔到個箱。嗱心當然係回血啦，咁要兩個心行埋一齊先回到血嘅。咁呢个咧就会相对简单要求啦，你只要两个箱一样颜色咧就可以消除噶啦，两级、三级、四级，同埋天降又有金啦，好正，秒佢啦嘛 ，victory。咁大家见到我用嘅水队嘅，咁当然啦，我烧到我嗰个叫咩？烧到一个嗰系咪水属性咧？死啦，我都唔好知添，我估系水属性啦，水属性嘅箱咧，咁就可以进行我嘅水属性再攻击噶啦。嗱，嗰啲 term 我仲未好熟悉，因為我係即係初哥嚟嘅啫呢個遊戲。好啦，見到呢度啦，有四個屬性，應該係水、火、木、雷四個屬性。OK， 了解，了解。好啦，咁、那個遊戲大致上係咁玩啦。咁我而家就可以認真咁樣試試轉箱嘅
感觉。嗱，见到咧，大概就咁啦。当然啦，你一定要转到水，你先至可以攻击嘅。如果你转唔到水咧，就一世都攻击唔到，因为你嗰队系水队嚟噶。咁当然啦，识砌队嘅纯色队就会易啲啦，因为你就算唔识碌嘅话，冇理咁多啦，将啲水碌埋一齐，你都起码攻击到先啦，系咪先？所以咧，咁样系有啲帮助嘅。咁其实点样砌队咧，就后话啦，我哋可能之后再介绍。咁都系睇队长技嘅啫。咁而家我整队咧，全部都系四星嘅。咁当然咧，系抽翻嚟噶啦。咁啊、最劲抽嘅可能系，即系抽翻嚟最劲，最劲抽。最近抽翻应该系五星嘅，我抽到一只有提升嘅木龙啦，咁就系成只神龙咁冇有型，咁就系五星噶啦。好啦，咁而家又睇睇我能够做几多沟？奇怪啦，我捉错咗，唔紧要嘅，四沟。嗱，同埋三格咧又系有唔同嘅加成嘅，不过我而家仲未搞清楚个 formula， 个 get anyway， 唔紧要噶。想要今集是教大家怎样从基本开始，我们三四空这样简简单单就可以了。我们看到个锁匙位在那个位置，好同我初初以为锁匙位一定要对正锁匙窿是向上，我才可以消除到。一开始还搞到个鬼师那么纠结，要碌碌它碌到锁匙窿上，后来发现原来不用的，原来不好笑。其实真心教学嗰时候有讲嘅，不过自己就唔专心听啊，唔专心听咪曳啊，曳曳住。好嚟继续转。嗱，我自己咧，大家知道啊，如果我知道我玩转珠咧，我都系嗰啲属于唔好理咁多，求其拎咗一粒转咗先至慢慢睇嗰啲人。咁如果你唔系咁叻咧，就唔好好似我咁懒。你可能可以研究一下究竟点样去转咧，可能会好啲。咁我自己呢，我自己呢就点讲呢，我就睇咗有两步消除呢，我就唔好理我就拉㗎啦。跟住因为我都唔想耽误太耐，因为一回合玩太耐又好无聊㗎嘛。有精彩嘅对话，呢个係火攻手洛拉。Hello， 你一隻人马嚟，我唔见到你咪射手座。咔嚓，只有我明星越变越差，明明星矢和女神大人也在一起。算啦。哟，佢其实唔系好多只呢度嘅角色都有声优配咗噶，好犀利。什么星？什么星神？星星魔才不管，我就嚟好好的过麦要跟你走。系啦，咁即系而家可以收服佢啦，系咪简单嚟讲？上啊，精灵球。我系都要转伤噶，唔好意思。好啦，嚟啦，睇睇。当然啦，我要。嗱，唔好惊讶，系转得几好嘅今次，有五 com 啊，天降又冇嘅，喂，秒咗咩？佢走咗，走咗，点解？佢走佬，点解啊？咁样，咁啊追过咯，走佬就系咩？感叹号，真系有事情发生咯，追佢咯，斩佢咯，我哋要追赶佢。你见到咧，大家留意啊，下边咧四只嘢咧都已经闪闪发光，代表住啲咩？代表住我技能已经 ready。我哋发动我哋技能点击，好啦，全体造成6000点嘅伤害，食屎啊你！裂空破，哇，几有型啊！呢个裂空破系秒咗佢嘅，唔好意思啊，放我主动技秒咗你，sorry， 唔好以为真系咁简单，因为我打活动副本其实好难，我系俾佢秒出嚟嘅。咁呢个因为主线仲系比较开始嘅剧情啦，所以比较相对系简单啲嘅。相对的，所以呢不简单这个游戏。我们发动真的挺容易上手的，比起转珠来说，因为这个 concept 就撞伤伤，还有撞到就换，其实都挺容易理解的。或者可能我自己有这个的多年的转珠经验，有点帮助玩起这样这类的游戏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个地图就开了伤了，那我们可以走路了。闪人Mission complete 啊！探索 100% 咁咧，佢就系类似用日式卡牌概念嘅探索个区域啦，探索完就去下个区域啦，跟住喺探索途中执到宝啦，跟住遇到怪啦，等等，呢个就系日式常做嘅技巧。
好啦，你见到我嘅角色咧，都唔算好高咧，即系20、20、18、15，低低地嘅。讲一个 level 啊，唔系讲个本人。好啦，加唔加佢？佢30 level 梗系加啦，黐线啊！而家极需要好友啊，见到我得4咧，而且我暂时一个好友都冇，所以咧，讲到呢个部分，大家知道我需要做啲乜嘢。我嘅招待码就喺呢度啦 ，HJA29J。好易 J， 记得大家快啲嚟加我嘅招待码啦吓，我仲有招待码可以输入嘅，咁老规矩啊吓，咁只要你加咗我招待码，你将你嘅招待码咧贴喺下边留言嘅地方，我就睇到咧，我就拣一个观众，我入落去咁就俾个招待你啦。咁咧有招待咧就好正嘅，咁有好多嘢攞啊，咁有好多嘢攞，即系有星云啊，话不得之了。星云是用来做乜啊？大家知唔知道？用来升呢啊！咁啊，简单嘅游戏，我中意，我好中意啲好简约嘅升呢系统。呢、這个系我好中意。呢只咧我只手抽啦，都几靓仔。系我揿开俾睇下，吓几靓仔嘅呢只嘢。咁佢点升级嘅咧？就系揿一揿。Yeah，that's simple，that's simple。呢啲先系好玩嘅卡牌游戏，好唔好啊？即系唔好合嚟合去好麻烦，就咁揿一揿就升咯，揿一揿就升，揿一揿就升。咁啊易搞啦，系咪啊？咁啊揿啊升啊，咁啊揿啊升。好啦，呢个召唤咧，你见到呢啲咧就系呢一期提升，因为好得意，佢上面嗰个遮住咧唔会喐噶，好正，好中意嗰个位。咁呢啲就系呢度碎片召唤，用啲碎片可以召唤翻啲神卡出嚟，犀利。好啦，我讲翻呢个先，呢个就系头先我抽去神龙啦，你见到好英伟嘅，系好英伟嘅，同埋可以进到六星天龙座，型。咁同埋呢个咧，成个游戏咧系用呢个星云啦，即系天上面嘅星座啦，各种嘅星座作为一个主题去玩啦。咁就代入感特别强劲啦。如果你中意呢类型嘅嘢嘅话，其实我中意呢只火，真系好有型呢只火，即系唔系讲笑，真系好有型。水呢只我就唔系我杯茶，不过我有水队又想要，佢俾个龙我啊尴尬嘅，因为龙我就木啦木啊角色又唔系好多啊，不过唔紧要。而家呢度咧，同大家抽啊，同大家试抽嚟个十轮抽啊，抽一抽佢，抽十下算啦，冇咁多，我哋忍住，因为货咗少少咧，我哋留翻之后要推进度用啊，我哋抽一抽先，抽少少，抽个十抽 ，OK。虽然你话啊，噗，试下嚼咗耐，哦，好中意抽蛋呢个位好型啊，真系。四星喎、哦，哦三星 ，sorry， 我抵你抽咗三星，三星又冇差。呢只羊咩咩，同埋我而家仲未知道抽到重复有咩用啊，我好想知道。如果大家知道，话俾我知抽重复我可以点。不过唔紧要，我哋而家抽一抽先，第二抽，好中，我嚼咗落去，豆哥咪劲啲啊，我差啲嚼咗落去。哦，喂，呢个剑士有啲熟面口喎、啊，咁啊唔好理啦。搏一搏啊！头先我单抽中木龙啊，今次我会中水啊，我觉得会中，系啊中啦，俾啊中！呢只我有啦，呢只我记得我有，因为我觉得好靓仔，所以我记得我有。又系你？点解又系你啊？点解成日都系你啊？阿叔，系咪想话靓仔？我先好中意你，但系唔需要俾咁多嘅。噔噔噔噔噔！啊，三星咋 ？No no， 再嚟，打过嚟。有啲标，呢只都唔错，呢只都唔错，呢只有冇呢个小月咯 ？Hello。天劇我處女座的朋友，其實咧每張卡牌咧，佢都有我有呢只冇好似，都有呢只整。呢只每張卡咧左上角都有寫住咧係咩座啊？處女座 beta， 咁我唔知咩意思，咁我要再研究下先。好多啦，藍白達呢只聖靈嚟喎，冇仙，佢每隻都唔一樣。英靈、妖精呢只咪頭先我打翻嗰只大雄，點解係大雄啊？大雄點解係大雄？因為每一隻都有唔同，呢只平均係啊，咁呢個好明顯啦，龍嘅體力係啊，呢個攻擊係啊，所以有各種唔一樣。唉，好，我抽幾抽？一二三四五抽，呢只咪重都抽翻嚟，你使講。哦，要抽啊！我要中啊！我要中，我要中，我要中，我要六星，我要五星，抽五星可以进六星啊！抽五星可以进六星。No， 我后悔。第七抽，当，喂，又俾啲虫我嘅喂，我唔理啊，我一定要抽到为止。哎，咔嚓咔嚓咔嚓，哦，八只 call to 啪嚓，哦，哦，有彩虹啊！我发觉咧，喂，冇俾啲虫我啊！我发觉咧，佢好似将嗰人嚼落去，系咪会劲啲啊？喂，好似劲啲啊！嚼落去，有彩虹色啊，好似好劲啊！唔识啊！又系木喎，佢咩系平均系喎，白羊座，妹子，
妹子唔错，睇先佢嘅中嘅回啦，佢嘅回千四嘅，咁然后佢队长技就系普呢个嘅塔尼亚洲自己啦，攻击嘅时候有机会咧回血嘅，哇呢、這个好明显回血角色啊，唔错唔错，呢、這个冇加倍嘅，但系抽到，呢咪就人品咯，连住最后两张五星嘅齐出，我觉得打晒抽，我第一次十连抽唔，所以大家谂下打晒抽，虽然好多三星啦，不过四星都唔系特别劲啫，我发觉真要将军推到先劲，我感觉上嘅啫，系啦，嗰军冇推到就唔劲，所以好纠结，唉，咁但系而家我木就好齐啦。雖然我係玩水嘅，而家暫時，不過唔緊要嘅，我好好易變嘅佢。我哋換一換啲嘢先，換呢佢又唔限 cost 喎，有冇擺喎？幾好喎！哇，兩隻五星喎，好勁喎嚇，好勁！打埋個抱大腿啊！歡迎加好友啊！招待員就話可以 search 加好友嘅，我去 ID 咗5405353，好易嘅，非常好，完美，完美。好啦，今日咧遊戲介紹到呢度，一個非常有趣嘅戰鬥方式，一個唔錯。咁 UI 啊等等都好精美咁，我大推遊戲同埋支持香港製造，耶！好啦，今日呢段片到呢度，下次翻嚟我哋继续玩更多有趣嘅游戏，下次翻嚟再见，拜拜。